再见，慢点开车啊！哎，注意安全啊！来，你拿票。哎，好，谢谢。 这回跑不了了吧？跟我们哥俩回北京吧。啊，孩子，那走了一路，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？我叫陈雪。哦，那我就叫你雪儿。行。哎呀，孩子，你说刚才的事儿多危险呢！这回跑不了了吧？跟我们哥俩回北京吧。哎，你们干嘛？你怎么又跟过来了呢？老太太，这事儿跟您没关系。要说有关系，他就有关系。哎，这是我奶奶啊。好，你奶奶。是这么回事儿啊？这小姑娘从家里可跑了好几天了，他们家人特别着急，跟委托我们哥俩啊，把她给找了。家务事儿，反正是这样。我孙女走到哪儿，我就跟到哪儿；我跟定了。行，乐意跟着就跟着
小伙子，带我们去哪儿啊？问那么多干嘛呀？一会儿知道。干嘛那么横啊？你要不告我们，我们报警了啊！别闹，别吵吵。我带你们见我们吴总。吴总？吴总住哪儿啊？住哪儿？跟你们说也白说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赶快告诉我们，不然我跟你说，我这就报警，我这拿电话，我报警。哎，别报警，说，他住花开路富贵山庄是188号。哎呀，这风水特别好，那我知道，我这个爱管闲事的老毛病又犯了。尽管这丫头跟我非亲非故的，可瞧这架势，一定是凶多吉少。这事儿我不能不管。你真的不认识我了？认识。我是你吴叔叔啊。哎，我跟你妈可是发小，很多年的好朋友了。不是，就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们呀，就在你们小时候，你和我们的儿子，小的时候我们就给你定了娃娃亲了。那你现在就很快就成了我的儿媳妇了。不是，这事儿你不知道？我妈没跟我说呀。不可能，这么大的事儿你妈能不跟你说吗？没有，我妈没跟我说。现在说晚不晚呢？妈，你还知道我是你妈呀？俩星期了跑哪儿去了？啊，
跟我玩消失啊？你少跟我这立个扔，都是我玩剩下的。有电话、短信、微信、微博，还有比这更快的。妈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是动用天兵天将，你能把我抓回来？你抓回我人，你也抓不回来我的心。走走走，哎，小雪的妈，我听明白了啊。我得劝你几句，这孩子啊，这个婚姻呐、啊、得自由。你都啥年月了，你还搞包办？小雪，你太没礼貌了。不是谁呀、啊？你这手拉手的是谁呀、啊？我奶奶。你奶奶在天上啊？我准确的说呀，我是她男朋友的奶奶。对，我男朋友的奶奶。你什么时候交男朋友？你有一段时间了。我老板，吴总，又来一位，说要找他奶奶。哎，奶奶，涛涛，哎，哎呀，涛涛，快来，我介绍一下。啊，这是我的孙子，梁启涛，他跟雪儿啊是同学，他们交往一段时间了。雪儿，这奶奶该批评你了啊！你这么大个事儿，为什么不跟妈妈做汇报啊？啊，你看看闹这么大个误会，多不好啊！啊，那个我隆重介绍一下啊，这个是我男朋友梁启涛。这行我不叫你是吧？我现在我你们不信是吧？你们不信是吗？信了吗？你要是还不信，我们俩明天就领证。别不说别的，小雪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我摆着阵势，我是不达目的，我绝不罢休。别他妈跟我演戏了！快！你干嘛？别动手动脚，行不行？怎么的？怎么的？你以为这是哪儿啊？啊？你以为这是三里屯酒吧？跑我们家的泡妞来了，在我们家撒野？行啊，你不是想谈情说爱吗？今天我就让你谈个够。去，把他带去。行吧，你吓唬谁呀？啊！你怎么了？你说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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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我男朋友。住嘴！小子，你挺有本事啊，连我的儿媳妇你都敢碰，我看你是活腻了吧你。我不管，我不管你什么儿媳妇，我告诉你，这姑娘我娶定了，怎么地吧？哎，行，小子，有种，哎啊，敢跟我叫板啊？那我今天看看你，在我这儿你到底是扛得住还是扛不住？如果你要是扛住了，这姑娘你带走；但是你要是扛不住，小子，你得给我跪下来，给我当孙子。话呢？说你，你他妈说谁孙子的？说你，你说谁孙子的？啊！你他妈是孙子，你他妈是孙子，你是孙子。老太太，老太太，老太太，过来！哎，行，住手！行了，这事是因为我而起的，吴总，我告诉你，这辈子我不可能当您的儿媳妇儿，下辈子也不可能。反了天了！行。我今天就成全你们，把他们都给我关起来！你干什么这么凶？你干什么你？哎，开门你！开门！你们这些混蛋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儿子是律师，等我出去了，我把你们这一帮都扔进大牢里去！喊什么喊啊？不是你自己绕进去的吗？别跟我说什么大牢不大牢的，我现在是在我们自己家管我们自己的儿媳妇。真是天经地义，我怕谁啊？可不嘛，这是我们家自己私事，用你们掺和吗？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这老太太可真行，哼！这老屋这屋里头有水喝吗？有窗户吗？有水，没窗户。那怎么行啊？这就憋时间长了，又出点事儿，就这么一闺女。真行你，我这都怪你，我这么闺女给你这当儿媳妇来了，不是当犯人来了。这人说话怎么这？你得注意点。开门，开门，敲什么呀？敲！吴
总家的门给敲坏了，你赔得起吗你？你这手机叫他们给没收了，不然的话现在就应该报警。是啊。就除了摄像头不好，剩下都好。那么大个电话，快快快，快给你三叔打电话，报警，告诉他们咱在188号地下室呢。188号别墅在哪儿啊？跑了两趟了，前面还报，你还报警？哎，局长你好，我报了警。干什么呢？哎，等着呢，干什么呢？谁？干什么？谁是吴总啊？你是谁呀、啊？谁是吴总？我是。什么事儿？我们接到报警，说在您家的地下室关了三个人，有没有这回事？什么时候关三个人？不是，你看到没有？这都是我们自己家的人，自己家的事儿。是是是。你别装了，我都接到信息了。吴总，在您这儿发生这种事儿也不是第一次了，您还是赶紧把人放了吧。你这叫不叫我们家孩子？对呀、啊，你看你我闺女。脑子不清楚，我是在屋里头，他一个人，让他清静清静，想想。吴总，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，如果一分钟之内你再不把人放出来，那你只能跟我到局里走一趟。我就说叫一叫，还吓唬吓唬他。你说你真给推进去，你说你这。行，嗨，你说真是，我给你看了吧。老头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没事。三江，哎，您看您这算怎么回事？看您闹出这么大乱子来，要不是涛涛给我发信息，还不知道要出多大事儿呢。我知道，我这次管闲事儿，我管出大麻烦来了。他甚至我后悔不该把他孙子也搭进来。可是我没想到，哎，我因祸得福了。这回管闲事儿，我管出一个孙媳妇来。大海和双兰呢？他们都在外面等着呢，他们都快急死了呢。走，快走。吴总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还有你们俩。走吧。服务员，服务员，哎，哎，先生，你，我找个座。哦，座位啊，来，我把你带过去啊。哎，你看这边，这边摸上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，就坐这儿了，走。哎呦，是我坐这儿的。好吃的哈，哎呀，我都好几年没吃东西了。嗯，七成熟了。好吃。要不要再来一块儿？要的。嗯，来，我给你扎好了。我给你扎好了，吃这一块。来，这是什么呀？抹茶牛肉，特别好吃。马上来！喂，来一杯水深火热。能喝吗？当然能喝了，我给你拿来。不要喝了！不，娘娘，你干啥呀？哎呀，梁启涛啊！啊！就你穿成这样，你也太二了！你以为自己是卡西猫豆啊？我跟你说，虽然。就没有我这么帅的卡西莫多，而且也没有我这么傻的卡西莫多。哎，我真是太善良了，你怎么能这样啊？你就这么对待我，对待你的救命恩人？你才救命恩人！哎，对了，你不说我还没想起来呢。你说那天咱俩占我多大便宜啊？谁占你便宜了？你呀、啊！你知道我为了救你，我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吗？你知道我现在脚趾头都骨裂了，我现在还肿着呢。你看我嘴，大牙人，不是你亲嘴就亲嘴，不是你咬我干什么呀？你那么大声干嘛？我什么时候咬你了？我那天就是、小狗咬我是吧？你骂谁狗呢？你骂谁狗呢？肿了。肿了，爹，我求你姑奶奶，肿了，真肿。我告诉你，我觉得我比你吃亏，你知道吗？我是一个正宗的厨
处女座的主播。我去，哎，这话你也好意思说？说实话，你骗了多少个女孩？我从来不骗女孩。我去，谁信呢？嗯，哎，我包呢？我包刚才放在后边来着。下手！大头！大头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来，叫女朋友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抢我女朋友包上！哎呦，你年轻轻，你干啥包？我给你送派出所啊！哎。那你妈没对我这个英雄救美的行为表示点什么？你想表示什么呀？难不成还让我以身相许啊？许就许呗，我接着就是了。嚯，哎，你不是想让我对你负责吧？咱俩那天可没干什么啊。哎呀，其实咱俩挺一样的，我也刚跟我前男友分手。被一女的包养了，中年妇女。哎呀，我前女友帮他管着。哎呀！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别说，你还真挺 man 的啊。你可不能夸我，我这人一夸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。不过，我觉着吧，咱俩还是有同病相怜的地方。你现在怎么样？走出来了。嗯，我现在好多了。哎呀，刚分手的时候要死要活的。你不至于吧？就你这条件，一大美妞，你肯定就是条件太高了，非得高富帅不嫁，是不是啊？你说你吧，其实你虽然穿的、长得都挺二的，但是你还是挺会说话的。哎，我说的每一句话，刚才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。我就说你吧，确实挺好看。耶，讨厌你。